大家好，咱们看这个单项选择题，这个正确答案应该选 D。 尽管这次旅行啊是令人感到很累啊，但是杰夫认为他值得啊，花时间跟钱都值得。这个引导的是让步状语从句，尽管怎么怎么样，即使怎么怎么样，翻译成汉语要加上个但是，但是在英语里边啊，用了 although 就不能用 but 啊，用了 but 就不能用 although。 这个引导的是让步状语从句啊，这个是当什么什么时，因为这两个意思啊， since 是自从什么什么啊，这个是除非如果不的意思啊。这四个选项里边选 D 是最符合题意的啊，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D。